你过来吧，你过来吧。你好烦，你快走。不，你过来吧。我等你很久了，来吧。我已经无心跟别人说话了。咱们其实我是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完，你听我说。不是，哎，现在我是首席是吧？你听我讲完好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唱一首歌，就我想要跟你唱一首歌。你现在是，所以我在向我推荐你，我希望你别选别人，我想唱一个跟我第一期唱过的歌不一样的歌，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你的想法。我找到一首比较合适的，我没有跟他们分享，然后偏摇滚。我听完那个歌，我去想象我们两个去唱的时候。很特别，这种跟我们之前叙述段落比较多的那种歌不太一样的，你感不感兴趣？其实你这个想法是吸引我的。叮叮，那就想到一起了。嗯，啊，太好了！我看得出来，他应该还蛮明白的，然后蛮知道我想要唱的那些内容，他也挺喜欢的。对，时间到。到时间了吗？没什么好谢的歌。哎，好快啊。嗯，那期待跟人一块玩一次。这是我的观点，我说给你了，你考虑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我觉得我机会来了。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优势，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。